怎么有人在桌上刻了个嫂字啊？感觉这枣怪怪的。这该不会是你刻的吧？哎呦，你别帮丁宪抄笔记啦！快了快了，两分钟啊。这是个啥呀？丁吗？咋了？这不是一枣字吗？啊！啊，这是个枣字。哦。那为啥这有个勾啊？有吗？有啊。丁宪，我现在知道了你的秘密了。你想不想知道我的秘密？我知道。我一直都知道。你拿我书干嘛？